你们好，我在机房，在机房，在外面有小小的鸟，在那里有小鸟宝宝，我们看一看，小宝宝有羽毛了，有羽毛。有 feathers 了，有羽毛了，你们看得到吗？看一看，在那里有三只小宝宝，他们有羽毛，他们的妈妈要给他们吃的，他们不会飞。Can't fly， 不会飞，但是他们很喜欢吃东西。他们也会跟妈妈说一说话。他们会叫一叫。你听见了吗？听到了吗？